对我这样说，你不知道我做不好，已经有自己的痛苦，为什么你的话要说得那么残酷，像个刀插在我的胸口，妈妈你不知道我已经很难过，我不是故意不懂有些事怎么做，有时候我还在我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也需要些时间才练出。只能心